pick. 不还好，就是 Immortals 这个队伍容错率比较高，哦，小骷髅一直在逛街，两边可以游走的都在逛街。现在，你看这边天文放了小牛，一眼放着船长，哎，这边水到了，伊利还是蛮高的，一个一带火，这边卡位还差最后一下，A死了，漂亮，终于给杀掉了。以前你最好还是不要填棒子，太容易送钱了。再等到一二技能满了再去补棒子也不晚，哎，这边给他个E。 先杀死，冰霜漩涡这边还没蜘蛛给上，先把冰魂填死。不过这边小鹿也要死，没残，你买的感觉，哎，反补漂亮。啊，不要这么一点攻击力都能反补到，这都给个 V。你看兵线太多，不过。这边业主要被动，一个板死了。 这万万没想到啊！本来光看那个双刀龙，没想到这边藏了一个，这边也藏了一个，两个在视野外的英雄。哎，这边小骷髅是来到野区单独偷的了一个剧毒。中路，一个水没有水到，哎呦，我这边直接给了一个大招，非常果断，要浪费这个奥数符了。小鱼图标给个 F， 哇，这个距离掌控的非常好啊！应该是个极限距离的 F， 船长冲上来扛一下塔，小骷髅过来，哇，吃了野怪以后攻击力非常的高。这船长，哎，想 TP， 被一个短打断了，没什么特别大的危险，应该杀不了他们。标记，业主来了，回来水到，地图先死，这边狂赌追 A。 小鹿原地给一个大招，这边有点危险。船长，船长血量不是很多，他那要传送有点危险了。能走吗？哦呦，没有走掉，一级传送时间有点长。E开始主射棒，这样的话就是 MP 疯狂刷钱了。但是 MP 那疯狂刷钱，力内要疯狂刷钱，力内那疯狂刷钱，全队都在刷钱了，全队刷钱，就是 E 想找你都来找你，不想找你就 E 去刷钱呗，对吧？已经开始找你了。 要进行甩战，还差最后一下，小鹿被冻住，有点危险，直接被点死了。不过女王过来收割了一波，鼠标再来追一个 F 打伤，两个残血，但是女王这边没有大招，如果要把大招丢出来，然后先点死一个，船撞过来了，撞到，哎，这边是组织挑战，那大招先点死一个，另一个 T 走了，幺，那个。 我这小骷髅是自己打太凶了，被板住以后，其实反应过来可以隐身跑，刚才没。拖动龙最该出的两个装备，第一是吹风，第二是分身灭杀。如果你不是分身灭杀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先补一个吹风会比较好。好，看到小牛甩个毒标走了。哎，这个鸟是什么鬼吗？这小牛明明看到女王在这边。 点了眼睛就看到两个长虫，哎，这边标记水一套，撞上秒掉，飘的。哎， 大招丢过来，摆住两个，但是大招是砸到了后排这个巫妖，巫妖回头直接丢了一个大招，把人全部赶走了。飞叶蝶一看，你还敢留我？应该是要想来吃个火锅了。他也被双刀龙摸掉，哎，差一分血。 哦，你再敢来摸，我可能又翻不掉了。我飞蝶这个反补有点犀利了，好吧。不能反补了，小骷髅这边。没个板，然后女王，女王这边应该是死了。我，你落地吗？开始，我这边在劣势蛮大的情况下，18分钟5000的经济，劣势算蛮大的。 今天选择强行上个地，标记船撞到，但是有一个强行上个地，但是有一个挑战，所以上地不高。现在技能可能丢出来，业主开地挑战也没有什么伤害，有一个大招跳过来，蜘蛛两个巫妖咬死，危险现在女王甩个大招，可以往后直接避了，但是没多少蓝了。给个标记，找到剧毒，小骷髅姗姗来迟。不过来确实有点太晚了，但这波团应该还是打赢了。这边直接开始扫射，丽娜直接被点死，选择自杀。 不知道还是打，一直在说啊，无非是有一个。
钱，意识加钱，对，这是什么康博？不过还有是把 QQ 打死了，这看到了一级人全部都赶了过来，先撤。应该是意识到这边高坡上有眼的，但是好像没有带针眼啊。标记到 Lina， 一套技能全部甩出来，传来的稍微晚了一点，不过还是撞到了。这边一套技能甩出来，虚空大空了。小骷髅直接开始大招，一波扫射。小牛一个大招只砸了一个巫妖，地图这边血量也不是很多，但是他一下又没有点出来。但 Lina 打了一套技能，女王并没有掉血啊。双龙这边也要直接被留住，那这个肉山就送掉了。冰魂在这边看是没有用的。哎，女王继续追了上来，再往前追，有一个毒镖，这边没有办法回头去点火锅。碧莲一个 F 找到他位置，再往前跟 A 一下就没了。哎 ，A 的防御塔还在绕，还在绕，绕哪儿去啊？下个 F 你也没了，肉山也是被打掉。再或者就是 炮之类的道具，大炮或者激光棒，再给一个水到了死了，都没有挣扎的机会好吧？哎，人们 BKB 开了，我是没太看到。当怂了，就现在这个塔都没怎么掉血，一技不随便出来找你。看大，丽娜不知道女王一套技能甩到有盾的，一套技能甩的有点尴尬。要替走，好像留不住啊，留不住。有什么留？这个团是要怎么打？因为特别短。一刀技能甩上，把小骷髅拉回来，一个水到，哦哇，跳上直接把林子秒掉了，然后直接开 BKB 站你脸上输出，技能用护牌蹭到了女王，女王直接闭脸，四人被女王打，女王一个大招直接甩到冰魂，闭走，最终甩一个大招好像就甩到两个人，女王这边身上一层 buff， 哎，传走了。但是两个大哥没有带到，只带了向游走，把塔先摸掉。小红应该是可以撤退的，女王这边稍微有点危险，要被毒死了。克里克魔棒，啊，四滴血，不是特别的虚。双刀龙你就无限往前带，配合 Lina 往这带一波，打到这个位置，双刀龙往前带 ，Lina 往后撤，可以了。哎，这边打起来了，小龙开 BKB 先打死一个，女王直接闭脸。一道技能传给女王，但是女王这边非常的肉，虽然要被冻住，但是不至于死了。小龙这边疯狂输出，全部都被点死了，单杀。Radiant's top barracks are under attack.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五伤高地，我单偷上路。Radiant's top barracks has fallen. 注意这是。防御塔跟纸一样了，G，冰雹兔子直接打击G，恭喜EG先下一城。